这个老宋罚我到现在不让我出门，他也不来看看我。来，不来，来，不来，来，陆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我去陆府打听过了，听闻陆少爷最近忙得很，又出门了。出门？那次皇家比试之后，陆少爷竟一次也未再登门。陆少爷他不会真的变心了，跟别的姑娘跑了吧？你胡说什么呢？陆长空岂是那样的人？他说真的跟别的姑娘跑了，那我应该高兴才是。可是我为什么觉得我心里闷闷的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，喘不上气呀？小姐，您在这海棠树下都望眼欲穿等了这么多天了，从教场回来，您张口闭口提的都是陆少爷，您分明就是早已喜欢上陆少爷。我有吗？有吗？小姐，您再否认，只怕这海棠花树都快要被你薅秃了。翠碧，你帮我拿些吃的吧。小姐，您终于要吃东西了，我这就给您拿去。你为什么非要纠缠我呀？难听的话我不想再说了。我听老宋说，监察御史已经暗中得到你们家的卷宗和账本了。我看他的样子不像有假，你还是离开这里快走吧。我们陆家四代良将，代代尽忠职守，怎么可能有事啊？你到现在还要骗我吗？你一定是听到了什么风声，所以才要和我断绝关系，害怕连累我们宋家。我是不会相信你的话的，湘云，你凭什么觉得我会对你痴心不变？当真要我把话说清楚吗？好啊，那我告诉你，我陆长空与你退婚和宋家没有任何关系，谈何牵连？嗯，我们是青梅竹马一块长大的，但人是会变的。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成天在街上厮混，在赌场疯玩，还有那些小把戏，是我累了。我不想再陪你玩下去了，可以吗？从今往后，你和我没有任何关系。事儿，你也别再管了。话已至此，你还不肯走吗？陆长空，如果说这些话、做这些事儿能让你心安，我愿意配合你，也不会做你将行道路上的绊脚石。可退婚一事，不急于一时，如过了这关你还是这么想，我会亲自跟老宋说明原委。陆长空，你别忘了，我们拉过钩的，你绝不能死。